为了让中国工业早日腾飞，为了改写中国商用车发展的命运，为了让中国制造站上世界之巅，我们心无旁骛。让我们员工重新燃起了对未来的希望，让我们工人也挺直了腰板。我们中国人要造自己的卡车、发动机、电控芯片，不再受制于人。我们就是要甘做中国制造的铺路石，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制造，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，为建设共同富裕之路保驾护航，在全球竞争中挺直科技脊梁。当我们都走向世界一日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会感到非常的自豪和幸福。77年沧桑巨变，始终不变的是红色传承的信仰，始终不变的是自我革命的勇气，始终不变的是心无旁骛的坚持，始终不变的是不遗余力的创新，始终不变的是担当责任的使命，始终不变的是始争第一的执着。证明潍柴行，中国动力行。